没情况？他奶奶的，一枪干掉他！我还头一次遇见。小心！对方有狙击手，大家都小心点，蹲着，看看对方在什么方位。 98是204团的吴连长，在阎王岭遭到伏击。是204团的吴连长，穆兄弟是吴连长带走的吧？是啊。这下完了。别乱说，完什么完呢？我那穆兄弟一看就是个长命百岁的人。小手，最后灵。差不多行了。挖好仨人地方，你打算他咋办呢？兄弟们，我不配做你们的连长，我对不起你们。你让我怎么向你们的妻儿老小交代？小白，兄弟，我来陪你们了。 买不买？你看看那三个白老子一枪崩了你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死这么多兄弟！我不买，吓唬谁呀？他临死的时候跟我说了，让我照顾好他女朋友，是吧？我也不会照顾女人，那要不是他，我早死了。买买！ 我操你老了小日本儿！行了，不用了，我跑不了。那个，跟你们那长官好好说，我相信没什么大事儿。 听我说，要不然，咱们把那小子放了吧。那小子杀鬼子手也不软，绝对是条汉子。妇人之见，什么时候学会心疼人了？那山王子把你手下的弟兄都害死了，你不毙了他，长点威风？什么？还放着他？不是团长，你听我说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我手下的那弟兄都是小日本杀的。我不关心为什么，你放了他，你脸往哪放啊？啊？底下的弟兄们怎么看你？ 你以后还能不能带兵打仗了？我的脸往哪放那都无所谓，但是团长，我告诉你，咱们杀一个人容易，如果真把这小子杀了，那这不又多了一个冤死鬼吗？冤死鬼多了，你管得过来吗？俗话说，一将成名，万骨枯。你是个军人，你这么娘娘气，你不变成废物了吗？团长，可是这个小子，我204团不养废物。 我见一个废物，我就毙一个废物；见一个废物，我就毙一个废物。我好了，明天早晨不枪毙几个犯了死罪的弟兄们。这个山娃子也害死了咱们几个弟兄，也够死罪了。把他拉出去，一块毙。明天？对，也不用你花钱，不就费几颗子弹吗？执行命令。兄弟啊，你总站着不累啊？ 坐下歇会儿呗。哎呀，你咳嗽来了，饿死我了！你看我说的吧，肯定没事儿，这不还得放我出去吗？当兵的也是人，他得讲道理，不是吗？